一年一度的冬日購物節在會展舉行，有攤位推出限量1元的貨品做招來。朝早開場前，在美食節展區有大約50個人在場外排隊，排頭位的市民說昨晚9點多已經來到。排到一二三開始，為的就是以1元30秒內任夾和牛、龍蝦、鵝肝醬等的食品，名額每日只得10個。有三隻龍蝦，都抵嘅，一隻都可以嘅，都可以，即係都大家開心下啦，大家。滿唔滿意成績啊？都滿意嘅。其他人嘅收穫都唔錯。其他攤位亦都推出限量1元鮑魚同埋麵包蟹等嘅產品。1元一隻鮑魚，每日限額有2000個㗎。不過想食佢要先下載手機應用程式。有市民就話特登嚟到買嘢，因為價錢比街市平。買咗1000多元啦呢度。買咗啲乜嘢啊？買咗海參啦、帶子啦、攞頭啦咁咯。嚇！多啊！就嚟過年啊嘛。咁啊，食多啲咯！睇下有冇寫好食先買。美食節展區今年有超過550個攤位，係歷嚟最大規模。除咗美食，冬日購物節仲有車展同埋電子消費品展等等，會一連四日舉行。美食節展區就會舉行到下個星期一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。